最精彩的重大集合现在开始啦！欢迎收看《综艺大集合》，谢国梁的终于上岸了，梁静茹。的普星啊，哎，普星乡，哇，今天很难得来这边啊，天气也很好啊。好，我们也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啊，阵容也非常庞大，江振海。哎节目常常啊，不时会出现一些新人呐、啊。是，对对对，像这个赖慧茹啊，不是赖慧茹，他是救人的，常常来。啊，对对对，他就有出众，敢爱就来，敢爱就来。但是这个夏普阳啊，我就不知道他是不何方神圣啊。夏普阳，他是，其实他跟我有点渊源啊。哦，他我看他长大的，他从这么小的时候，这是你外面的孩子。什么？你好大方啊！不是啦，就是我之前在友台的一个节目，然后有一个淘汰赛比赛，他那时候就帮我伴舞，他说说。这么高龄，半五，半五岁啊！对，他那时候十岁。对，你先自我介绍一下，你是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Victor 夏普阳。Victor，Victor，Victor，所以你的专长是？专长是街舞。哦，街舞，街舞，哇！还有街舞，敢讲，敢这样讲，敢这样讲哦！搜罗一下，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功夫。太厉害了！开场为什么打起来了？我们刚刚是想说让新人表现一下，怎么突然间？啊，你为什么冲进来？我们大业业热舞社，热舞社不在学校好好跳舞，跑到这边干嘛？因为看到有音乐啊，你就想要看到音乐就想要听到音乐，不然就想要来冲进来，想要来尬舞啊。哦，你们会跳舞有参加过比赛吗？当然有啊，我们是全国舞展连三。我们是三连霸，三连霸那很强啊！全国的大赛，当然啊，就你们两个，不是没有，没有很多人，我们有很多同伴。那今天可以表演吗？可以，秀的时候就可以表演了。I know you listen to me.
他到底跳几个舞种啊？基本上 locking 为主哦，感觉 locking 为主，当然还是有一些地板动作。其他舞蹈不难啊，我们也会跳啊。来，音乐放，音乐放，好，很简单。那么高亮可以吗？会地板，我又会这个。哎，主持人就是了嘛。这个下不了，你会 locking 啊？音乐音乐。没有多难啊，对，还好。可以吗？我们这样可以吗？还行啊。什么还行？哎，我们有，我们都没排过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。但是我们脸色为什么都苍白？为什么你们流汗流成这样啊？为什么就不流汗？不是我，我会喘，我会喘，我会喘。那这样，接着要尬一下的，不如来个热舞大风吹。好，来，大风吹。今天来了这么多的热舞高手，怎能不来玩个热舞大风吹？大业大学热舞社派出两男一女，我们就派出子宁、江江、虎阳一起来尬舞。那接下来我们考第一关，大家都有英文名字吧？有。你叫什么名字 ？Chloe。写下去。Lauren。Lauren。B in。B in。B 什么 ？B in。B in。B in 啊 ，OK。没有听过。B in。David。David。David。Singleton。辛普森。辛普森。Vito 还写，还是有人不会写英文的这样，是。来打开来看看，打开来看看，不会拼 David 都不会拼，只知道自己叫 David。David 怎么拼啦 ？D A 吧 ，D A V I U。差一点，他差一点写成 Kevin。来看，来看一下，我准备说，说，拿着来，来请就位。大家可要把别人的英文名字记好，就算是队友也要记起来哦。没做到一次的要喊对方名字哈，裁判是要讲好了呗。来，热舞大风吹 ，Music，Go。他们两个人没做到椅子的，起立，来 ，music go。你也对他完全忘了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，站好站好站好 ，David， 他等很久了。哦，哎，自己人目前都淘汰了自己人，人都做不到仪式啊。对啊，好，来起立。来，大业热舞社只剩下你一个女生了啦，你可要撑住哦。题目换了，换题目了，把自己的题目拿亮起来。啊，桃园的话，行。桃园埔心，彰化埔心，苗栗西湖，彰化西湖。哇塞，好过分的题目。来，来，坐站好。准备 ，Go！ 站别的，站别的，往前跳起来，跳起来。往前跳，往前跳。
那什么？他不知道。他乱喊，他乱喊，来，站过来，站过来。好，淘汰一位艺人哦，剩三位要抢最后一张。玉姐，玉姐有一台。彰化西武哎，你是彰化西武里面点到了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站这么久都看着他？他完全不晓得他叫什么哎，侄子是谁？那是什么？桃园吗？你桃园普星？我是彰化普星。他是苗栗什么？那苗栗什么？苗栗西湖。他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刚才跳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跟什么了。好，谢谢礼物礼物。来，小礼物来，谢谢。谢谢你们。好，接下来开放，还有没有观众朋友来挑战这个单元的呢？还有婆婆妈妈们，还有这嘴狼啊！不会，好，林哥，林哥。我报一个，怎样安能胜我？跳舞，你先站一排好不？来来，咱先站一排哦。来，摆好伊，写你的英文名好不？来。哎，要看那个。阿伯利，没关系啦。英文数字，英文的 A B C D 随便你写。可以啊，写一个字，写一个英文字母啦。字母啊，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啊，英文我你在哪个英文字母？你那写起来 B。啊 B 的高西啊，高西啊，所以你算起来 B 就对了。好，这个 B 哈，啊你算起来 O。O 啦。哎，我过第一个，赶快弄圆圆的。哦，圆圆的。你要写 A。啊，两只脚都是 A。一公分，两只脚站在这样 A， 对啦 ，A 虎公一 A， 脚都会站起来变成 A 虎啦 ，A 虎 A 虎 A 虎啦 ，A 虎啦，阿西，我们两个写一样啊，所以我改西西哦，维他命 C 啊，笑嘻嘻啊，笑嘻嘻呵，你为什么写 N？ 因为虎公 N 岛 ，N 岛，你敢碰 N 岛公维啊？你看他们。他们都有典故的，这个叫引导，这个叫笑嘻嘻，这个叫 F， 这个能提高 A， 圆圆滚滚，我看他写成 B 哈，啊，你记我条不？五、四、三，准备说说说说。各位妈妈们，只要记一个字母就好，应该没问题了吧？来，预备 ，Go！妈妈来，请到这里来换题目了。来，妈妈这边请啊。来，自己抽。抽签嘛，抽好。来亮出来，
亮出来，放前面，更靠前，前面吧，前面。哦，圆明车站、永靖车站、大村车站、花坛车站都是附近的哦。对对对。来，就位，民族节过。他们两个彼此讲对，但是他先讲比较快。哎，花坛被讲到了，谢谢。好，他跟我受惊了，咚咚咚往里面坐，要听声音不看动作。都有在看，最后最后有两个获胜啊，来，最后获胜的一人一千的哈，有一个要淘汰的，三强两个要排队啊。Music Go。喊对了，你喊到园林啊！对啊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对啦，园林大废物啊，一个园林啊，一个大坤啊，所以你淘汰，谢谢。妈妈淘汰啊，白姐白姐，来两位请起立，来两位请起立啊，身材有变好啊，变吧，爱运动嘛，好，来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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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抱抱抱抱抱抱抱，谢谢抱抱，哎谢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刚刚是获胜的嘛？对啊，我们两个都是美丽。好，最后再加一千块，怎么样？你英文刚刚让他写什么？来，对喊。啊，什么字？他什么？哎，不对，伊不是恩，他 A， 他 A， 没错，对吗？对，对，他 A， 他是 C， 他是 C， 维他命 C 嘛。你还记住他是 A， 为什么？记得的，我两只脚，我就记得他是 A。所以你记忆力好啊！你老公所有前面的女朋友你都知道？当然要知道。前三个他是我们送桃峰的那个手捐款的手弟。你会送金啊？会啊，送手金刚经什么经？什么都有，二十几年了，二十几年。念一段来。红净拍切婆罗蜜多心，金刚自在菩萨现，净拍切婆罗蜜多时，照见我往界空道，一切苦会舍利子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边界无边尽，乃至无边界。这些妈妈们真是很认真啊，哎，又常做义工啊，我们给一千块会不会太少？这个爆了，这个爆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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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谢谢主持。对，跑款加姐郎的单力气啊，你哈，怎么办呀？继续送幸福。能来普星和向心同乐真是开心，而且普星不但有热舞的妈妈们，还有一位年纪小小就在古筝演奏上得到许多肯定，真的是普星之光哎。接下来我们来玩我最摇摆，今天要玩的两个关卡，看看普星相亲是不是都拿第一名呢？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是我最摇摆，最摇摆，哎，中间放八个球，这个非常难的，嗯，今天呢大放送，好，女生只要荡过去呢，保留了球数有三颗就是3000，4颗就4000。
我一颗一千啊，一颗一千块，一颗三千，对对对对，我们组委会特别来加码，你放心，真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你现在是开放女生，女生女生男生不行啊，男生不行哦，女生来，女生谢欣你是要加码，谢欣这个不可能啊，你再说一次，你再说一次，谢欣如果你跳了上去，留一颗球，一颗球三千的，好不好？谁加？谁加？你加？你加？我加？我加？不可能嘛！可能啊，他连上都上不去，笑出来，笑什么？他笑什么？你怎么会笑那么开心啊？应该过不了了，他过不了了。来，一颗三千了。哎，他会不会太近了？每个女生的，女生的距离，女生是这样吗？对，男生往后来，没错。我刚刚以为是那个距离，没有了，没有没有。预备，我可以吗？他一上去就掉下来了。太近口袋口袋在李博炸鸡啦，李博炸鸡没有了，还好我没有跟着你起舞啊，不可能，他以前炸鸡忘了，他以前是上不来的啊，真的太近了，对，你没有记忆他，你在瘦身啊，是因为你那一句话，对，所以他能五颗，其他人也能五颗嘛，现在改一颗五百，一颗五百啊，来一颗五百，你不要，你一颗两千，我一颗两千，那你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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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感觉不可能嘛。我两千块，你再喊，你要喊多少？一颗多少？不可能嘛！你喊啊！他有一万五，你还没给。我知道，因为我已经撇了一万五了嘛。你如果上得去，一颗两百啦。太少了。哎，也不错啦，这样也有三千了啊！来，各位。以前有加黄店吗？他上不去。很近哎。这是太近了。对，很近。谢欣，你以前也是这样的。啊，你瞪着眼看嘛，你啊。撞了，撞了，撞了。对啊，来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来，江，你来试试。排队去，排队去，排队。所以我一颗是，你们一颗一千呐。来，两千哦，他们一千呐。随便了，你现在随便了。他脚伸出来就到了，他脚那么长。行的，对，该你了。啊，子子，阿翔绝对没问题了。太新了。阿翔今晚老王出版公，一直绝对改变了。绝对不会是我。一波的版不好嘛。请你一颗五百来。哎，看人的，你可以一颗五百，五百。五百，五百。哦，有有，他讲的正常啊，他会上来哦。你们撞太用力了吧？来，慧茹，来，最后一位，慧茹一颗可以五百，一颗五百，敢不敢啊？敢啊，敢爱就来，来，好，谢谢，好聪明哦，哎呦，敢爱就来，敢跳就给，啊，给你敢跳就有了啊，敢干的五百，脚脚脚鼓励一下嘛，来，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埔心社区啊，我是埔心社区理事长，埔心社区刚好在我们埔心乡的正中央，地灵人杰啊，今天非常欢迎瓜哥还有他的团队哈，来我们埔心社区啊，
啊，最后瓜哥现在有一个困难啊，还有没有？不是困难了，就是被共襄盛举，抛砖引玉。是，好，这个小女生，我没想到这个是我赶快就来囧画廊嘛，囧画廊啊，很屌，跳过八两分块，八两，今天不是五点吗？你啦，五块过年加油加油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，好来来来，哦，哎呦，跟你一样的，一样的，来来来，来试试吧。要你给了你，谢谢的，恭喜恭喜你，哇，他这位是谢依凤嘛，对不对？你好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，哎，带你个把，再拜托你了，好，你要不要讲几句话？我们这里哦，非常欢迎哦，瓜哥，还有谢欣，还有我们翔阿翔哦，你好你好，一起来哦，我们这里哦，他们的体能都非常好，所以哦，我们今天钱有代购哦，不，接下来接下来都是年轻观众了，那个比较难一点，那比较难吗？对对对，真的，好，你先休息一下好不好？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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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我们刚刚女生跳就表示说今天其实这个就只是考验而已，真的啊，我们待会有男生组比赛跳这个哦，球流的多的就进入高难度的极限赛，好，那个就10000块了，这是标准的，是资格赛，对，好，只要这个四个，有我们看看几个人了哈，嗯，我们看今天报名有几个，好，来请来，好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朋友，三个，哦，都是年轻学生啊，大名黄奕晨，黄奕晨，嗯，什么学校？园林农工，园林农工，高二，高一，高一，是喜欢什么样的体育？专攻长跑，1500公尺。哇！长跑1500公尺，接力赛还是一个人跑啊？一个人跑，大概跑多久？4:23。为什么这么多运动你喜欢这个1500的？比较有挑战性。比较哎，就是自己比较会跑的，自己比较有把握。对啊，你有选择吗？像有人选择橄榄球，有人选择足球，有人选择棒球，对，一定是找自己的喜欢的。对，对，他是喜欢1500的。好，那这个力量应该一个爆冲力够的哈，没问题的吧？大名，张富祥。张富祥，哎，普星国中，国是羽球队的，羽球队的，哇，爆发力是有没有那个网球肘？羽球怎么样？羽球是真的比较多，真的是比较多。我一直认为他是网球，所以我认为，所以我问他有网球肘，他说哈，对，问他不等，对不起，哇，不能再问下去。还是下一位，大名，我叫刘哲伟，刘哲伟，对，现在是高三，高三，哎呦，高三，田径队，对。跑的是3000障碍，三千障碍，这么多运动里面为什么挑3000障碍？因为比较适合我，我比较没有速度。是从小生活的家庭比较有多障碍吗？还是不会有是啦，不是，没有速度，没有速度，那这个绝对没话说了。全那么多体育人才吧，你呢？基隆林，大学啊，没有没有，国高二。你这个在讲国二，我就说我们眼睛要去洗啊，他先把局关了，是吧？这是国二，高二，嗯，高二现在体育系，不是，就一般高中，一般高中喜欢什么运动？跑酷，跑酷，跑酷，哦，那会弹哦，那这个一定直接冠军呢？不一定，跑酷这个一定直接冠军的啦。好。四个呢要比赛资格赛了，我们要加，哎，加什么？这个有一关是10000块的，哪里10000块？这关过来挑战极限，一关就10000。啊，我叫陈炳立，啊，我擅长，来台南人，台南人，对对对，职业是打棒球的，打棒球，对，要你有网球肘吗？哦，没有，我慢慢手，没有抱起来，慢慢手，你要加入对不对？对，我那有跑步的。哎，有跑3000的，对对对，有很多障碍的，对对对，还有跑，你叫我，你是干嘛？我是辅大体育系的，哦，对，啊，辅大体育系，专长是只要是运动项目都略懂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前面开场看你跳舞，你还是体育系的，对对，我是体育系，体育大学体育系，哦，啊，以前没有专长吗？我以前专长就是打棒球、打排球，你会打棒球？打棒球，哦，好，就是1、2、3，啊，什么事？你看，哎，先装闪电侠，闪电侠，职业也是打棒球，打棒球，我老板。是翔哥，哎，翔哥带我进去的，是打什么位置？打外野手，外野手，有老板关系不能参加比赛，怕放水。不会，绝对不会放水。那我怎么知道你会放水？因为对，因为他欠要拼房租。那个，我现在有缺一笔钱，你们都要焦虑。欠5000，好，欠我。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对，七个就初赛，七个初赛呢，我们取前面4名。怎么取？
啊，看球速嘛，球速啊，啊，看球速，那就从年轻的开始哦。啊，七个里面如果有球速是一样的话，我们就通通进去了嘛。好，对不对？但是有分到前四名，我们就去淘汰两个，好，五名了，两个要淘汰的。对不对？留下五名，好，球数最多，这个过了五名就基本上挑战10000块，先有机会拿钱了，先有1000了，好，先有1000了，先有1000了，那后面第二关换的那个就10000了。OK， 听到没有？已经先有1000了，我就差10000次了，好不好？10000次还是可以，没有，后面有10000过的挑战是3万的 ，OK， 还有3万的，对对对，有，好好好，来，请就位，预备，记住哦，手脚不要去护哦。手脚要护，球队啊！男生的距离又比较远的，没打跳哦。哎呀，只有一颗而已。前的身手挺高，三呢？很敬业的，越跳越上了，小心。有这么好跳哦？有这么好跳哦？七颗，七颗，七分呢？来，请第二位同学来准备。高一的同学刚刚score了。你下来还把那一颗抖掉，记住哦，下来也不能够把里面的抖出来哦。它只剩一颗，我们就保留吧。其他的如果在，我们要严格算，你下来跳掉的球都算你身上的哈。谢谢，来，谢谢。哎，阿翔，你已经可以过关了，已经淘汰一个了。好好，我们只淘汰2个哎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来一杯，就应该有机会。再一个安全哦。帮个忙嘛，跑酷哥，跑酷哥，帮个忙，帮个忙。我要让阿翔晋级。还算你这边请跑酷哥，哇，厉害哦！我刚才没跟你讲，跑酷一定冠军。对呀，因为跑酷他很轻巧，轻巧哎，踩的东西很轻，他的距离弹跳性都很高啊。对，好，八颗通通过了，好，又晋级一个了，一定是晋级的。来一杯，接下来是高三哦，一位。现在看有8颗，有2个7颗的，有1颗1颗的一定淘汰，但是呢也未必。如果阿翔啦、郭中勇的1颗都没有，那1颗就晋级了。我会1颗都没有。阿翔有点错哦，有点错。加油！现在成绩落差还蛮大，要不然8颗，要不然1颗的。来了，我们一人队来了。一人来了，剩下。来自星星的你哈，哎，有像有像，像来，都敏俊喜，都敏俊喜，预备，好来啊！可惜哦，对啊，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嘞？下来，杜明君。应该是我下来的时候没有把它往前推，所以球就滑下来。所以重心移位，重心移位，所以这球就被你震出来。两颗哦，更有信心了哈。有有，感觉来了。现在目前可能会淘汰1颗2颗的，7、7、8颗的会过。来呗，郭宗佑，为了房租而战。加油！加油！准备，还有房租的。哎呦！1秒钟，2秒钟，3秒钟，哎呦，算你了！哎，7颗哈！真的，老板，制作单位说要炒这3个。哎，再涨到，再涨到。
两个。刚讲两个。充满了一我以为是三个，我记错了。两个。我要去磨粉，你说喊三个，你就不用跳了吧？要了，跳一下啦。哎，不要紧张哦。紧二来手。话说回来，留三颗你就晋级了啊！我让你每个月分期嘛。分不过他，他怕没有过，他一万五啊！所有人要还你的债务了哈，你们干嘛？黄金二雷手，哎呦，厉害哦，厉害，七哥的，好胆子，很胆子，啊，小黄一秒中，两秒中，下来也算你啊，他已经过了吧？三个。七哥，哇，成绩都出来了啊！出来，七一都整个都出来了，好紧张。七一八七二七七啊，也就是一二的来，请出来。来，两位淘汰了，有什么话说？就是太紧张了，太紧张了。来，我们送你礼物。来，要练习啊，因为你这样可能会国际性比赛要跑1500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练习压力啊。来。翔哥加油，砸一万五！好，谢谢两位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你们现在都有1000。对。接下来要进行极限挑战赛。好。接下来这个关卡呢，只要过的人呢，就是10000关。好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是因为刚那个我，这个大家的努力的晋级哦，这个资格赛哦，真的你死我活的。那接下来极限版很困难。很困难。干脆提高到15000块好。不是，我们还没看这个关卡怎么样，先看一下。好，来。好，翔哥，你看这个也很难的吧？这个真的很难哎。三个黄垫加一个中间这个软。差点劈腿。好难哦。这个平衡大碗就不容易了，然后现在中间有个软垫更难平衡。还要站上去3秒钟。对啊。要力挺过去。这个过了，二话不说就是10000啦，加前面1000就11000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应该这么说啦，刚刚已经1000嘛。对。对啦，现在这个太难了，而且刚刚经过了资格赛之后，我认为奖金这一关应该加14000啊，奇怪，要加就加15000或20000，怎么会有14000呢？刚刚已经有，因为刚刚已经有1000了嘛，加起来一共15000就可以还债，是为自己图利就对了。不是，为大家都有机会，人人有机会。不是啊，他们10000呐，你的14000，我们就自己加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不然大家喊一个14000很怪的。好，10000嘛，好了，10000，来一杯。这关过了，还挑战下面一关3万的哦，还有3万的，有3万的哦。好，来，眼睛都亮。是不是有两次机会哦？有补考机会，有补考。带着手在走，这个要小只的，你巧的比较容易。手滑掉吗？手滑掉，那你不要荡那么久啊，有点抖哦。不是，他恐惧，因为太高了。太高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还可以补考一次。对啊。啊，来第二次好不好？来第二位是哪？现在他有机会了，跑酷的。对。跑酷很轻盈啊。嗯。一位。加油加油！但是个子太高了。对。哇塞哦！然后的脚有点长，因为他上去啊，他上去不像。比我还高了。给我真的让整个腰力。知道问题在哪里吗？哦，我荡太矮，太矮了，荡太矮，因为是高一点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怎么上去啊？因为他高度这样，他上去等于要这样啊，要挺腰了，这样，对，像卫服一样，哎呦，哦，这很难呢，很难，不容易哦，比跑酷难哦，当然不一样，还可以补考啊，哎呦。两个失败喽。对，我觉得这个高度对某些人是不行。我觉得补考的时候，我们会把高度再升高一点。可以吗？好。不是垫子哦，是那个高度要升高一点。来一杯。我来哦。好。第三棒哦。加油加油！你最像了，你会过呢。你刚刚的感觉怎么样？在上面感觉怎么样？有点晃。有点晃。对，那你再轻一点。
你一定会过10000块。记住那个感觉。来，先休息一下，还有补稿。好。好嘞，闪水电费、闪房租的闪电侠来，预备。男神。不如前面那个人有机会啊！你真的不想赚钱了哈？没有想啊，想吗？想吗？想想想，好好讲一下。听说你还，听说你试有成功过吗？哎，在试的时候成功过一次，之前也成功过一次。抱着这个心态啊。对，艺人只有他成功过，不是，但是不是把把成功的？对，因为这个真的太难了。你待会我不管，把他高度再升高一点。好，来，翔哥，哎，那个两个妹妹去按摩，你知道这个钱也拿不到啊。对啊。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按摩呢？哎，通常我拿到钱回休息室是会给的。给什么给？你现在给谁？你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拿到钱，我拿到钱，我是要还钱的。我这次没有钱给你们的。回来，回来这边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不要按了，就没你们的事了啊。哎，陈美丽，如果你没过，我的水费、电费、瓦斯费，通通会寄到你家哦。李斌，再换我变闪电侠。不要杠杆，不要过，不要过啦！我们这个反应非常的高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加油！加油！有哎，会过哎！有哎，阿翔会过哎，很厉害哦！啊，我不稳了啊！我就已经站在上面不稳了。你是最轻，你是最轻盈的，你刚才搞嘞。那个下来，他也没倒哎。对啊。对，因为你跳下来了，把你扶到。你把我们制作人吓一跳，去扶你。我跟你讲，五个都没过，我要把高度要往上升。对。我们大家不然对那个跑步的太矮了。好好好。我们再升来。好，停停停停。跳得到吗？跳得到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加油了哈！第二次扶稿过关，没有过关的淘汰喽。好。加油！它是轻盈的啦，你没有在练重量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有有啊，你手上去抖得很厉害。对啊，你是紧张抖还是没力抖？紧张，紧张哦，紧张啊。哦，对啊，第一次上电视啊，是是是，年纪轻啊，满两次就淘汰，待会儿1000块，你先稍微等一下，先稍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好了，第二位，好来，预备，最有机会的跑酷了啊，加油，跑酷哥，我们距离拉高了，让你脚舒服一点，两次，冠军向哥跑。这个真的比考户还难啊，很难啊，所以奖金有10000块啊，没关系，还有1000块哈，谢谢。先稍等一下，待会回去专门练这个。啊，也有这些道具才行。好，你们加油！哎，在起跳之前一样，喊了一声，哎，还不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都没有向高，他往前的。好难，真的非常难，不太可能达成的感觉嘛。对，没有人成功哎。有曾经当然有过，有过，但是你们现在目前很难呢。对啊。好，你现在有1000块啊，先不要走。稍等一下啊。我说我们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啊。加油！对。棒了，对啊，我最后一棒。为了你自己，加油！好不好？为了你自己，什么为了我自己？明明就是为了你。来，请就位，预备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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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5个都拿不到奖金啊，有点可惜啊。是。
我觉得把中间一块黄的拿掉，黄的，好不好？就是一过关的3000块。哎，拿掉黄的哦。嗯。可是红的还在。对啊。红的还在的话，应该还是蛮有难度的。我看过关就8000块好了。因为如果你说拿红的，那就没话说。没有，大概一次机会了啊，就5000块啊。我那我看6000好了。5000，不要再讲价了。来，拿掉一块，大家试一试，5000块来，拿掉。那麻烦那个大哥把它降到原来的地方，好不好？降。哦，因为我没有有下降的高度了，太高了，不好，对他来讲那降一点哈，降一点哈。好 ，OK。啊，这样子对他来讲不会太高了啊，那下来的速度会好一点哈。对啊，来一杯，一次哦。有机会，对他来讲上没机会，他有机会。好，那还是给你试过了啊。先等一等，留1000块啊。好，等一下。下面一位，我相信跑步会过，这个已经降一层了。真的，再过不了，我跟你讲，你也不要跑步脱裤啊。跑路就好。准备。加油！不要紧张。Come on！ Come on！ 他喊了一声 Come on！实在是太软，太不好控制了。啊，就是因为加这才有几千块啊！当然。哇，好可惜哦。嗯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是有1000块的哈。对，你最有机会了啊！来，我看你最有机会了啊！雷贝，哎，呀，很有信心的，要轻哦，要轻哦，轻轻的落下来就好，轻哦，不要往前冲哦。最有机会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刚忘了他是高二了，高三了，高三了。所以你准备利用这6000块要干嘛？嗯，帮妈妈过母亲节。哦，母亲节快到了，好用心哦。嗯，帮妈妈过母亲节。对，哇，恭喜恭喜哇！哎，终于有人过关了，不错。小孩子一开始想了，不是请队友哈，是请母亲节。母亲节，郭宗耀，高三的都过了。啊，6000块不无小补啊，对，补很多，来，请就位，大家都很关心你啊，郭宗耀，哎，但是大家又不愿意拿钱来帮你，我只会笑你而已。好，郭宗耀，那么刚刚因为同学过了，他应该有点压力，他可以，踩的不够，今天状况不好，今天真的状况不好。状况真的不好，有的状况好不得了啊！对啊，对，叫他示范的时候，他状况很好，他比赛状况就比较差。来，该你了，换我来了啊！好，不小补啊，6000块，真的很衷心的希望你过关了，真的，我也是啦，希望过关了。加油！加油！陈碧玲加油！因为他够轻啊，他已经够轻。加油！有机会。来。等一下，我这样，你给我2500就好了。不行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空间有没有位？没有位，没有位。再加2000，再加2000，跳回去。
是六千。高一点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！六千的太少了，还是太欠钱。回来了，有八千的，你有八千的啦，五千两千又一千，五千两千又一千，好像八千，好像八千了，很久了，之前欠我钱了。来了来了，哇，好会玩哦，真的好厉害哎！因为他第一个中有，他的反应呢，机能不顺，可是他比较轻啊。对，我是轻一点，你看他稍微轻一点摇，他还会瞧三个姿势，很强哎，你看。他会抢，他会抢很多姿势，抢姿势，姿势是为什么？这个点哇，你就上，要升三个不容易啊。要变换姿势，对，找到什么姿势是最适当的？对，可以站，可以站起来的，哎，可以站起来，对对，太厉害，太厉害了。好，来，有两位，我们先，不，我们先搬一千块的，好了，来，中右来，这一千块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我给你看一下，三位谢谢你们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对。你是过关的，过关的，来，社区理事长来。哦，理事长，哦，理事长，理事长，那麦麦麦，哎，理事长跟大家还要再讲几句话。没有没有，哎，谢谢啊，没有没有，阿翔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谢谢谢谢，加码，加码加码，等一下，我看这样子先，我们先算他们的，先算他，哦，来来，他是六千嘛，对，六千的话你三千块，来，来我们请，来来你先给他。谢谢，来谢谢理事长，恭喜恭喜，恭喜过关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接下来颁他的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来这个有八千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因为母亲节快到了，谢谢理事长啊，谢谢理事长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哇，这个游戏真的蛮困难的，对，不容易不容易，不容易不容易，来我们继续送幸福，哎。谢谢你成功拿到阿翔的10000加码金，记得请大家喝饮料哦。这可是阿翔在大集合以来喊出最大的加码金。结果阿翔，你为了不给谢欣的奖金，竟然就在节目里打工赚钱。那阿翔今天可要拼一点哦，不然可是付不出来的。接下来的游戏先让女生来挑战我是美猴王，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游戏，大家加油！哎，我是美猴王啊！美猴王来了！哎呀，讲到这个美猴王啊，嗯，齐天大圣当初这个就是吃那个什么王母娘娘的，哎，蟠桃，蟠桃，哎，对不对？那个蟠桃是延年益寿。是，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就是叫寿桃宫。哎呦，有关系的吗？对，永住过千人讲寿桃啊，是吗？一般是有节日才有，我们今天来特别准备。对，我们就为母亲节先吃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永住啊！啊，永住你有你有，哎呦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有收到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来收到，足水的，要请。这个。哇，你看这粉人啊，是有够水的。对，水洋洋，要给你吃，给你哦，绵延。益寿啊！哎呀，吃那个北桃摸也摸皮完了，绵绵益寿了。对，啊，翔翔，你要吃胖一点。好。我这边要吃瘦一点，你少吃一点。没有，你本人比较帅。哦。真的很帅。会讲话啊！啊，感恩各位哈，谢谢瓜哥，你今天来到这边。真的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大家平平安安好，感谢你们。谢谢。这是我们慈善会的会长，那我是代表慈善会的会长。会长哈，会长，待会你们不会马上走啊？不，要加码喽。加码。谢谢谢谢。等在这边要加码。那没有，我们慈善会是对慈善的，慈善慈善。对对，我们能为他们那个弱势团体是，好，还有那个边缘户。边缘人，对对，替他们发声，让他们得到最好的生活，是是是，那是我们慈善会的目的。好好，谢谢，谢谢谢谢瓜哥，谢谢瓜哥，谢谢谢谢你啊，刚讲刚讲，休息一下，先休息一下，两位，聊天聊舒服了哈。哎，今天讲出来，我们这个要奖金好好的让女生来挑战一下。女子版，那后面摆一个目标，终极目标就是寿桃嘛。平常是彩球哎，对，好可爱，今天。你的踩到寿桃呢，延年益寿啊！来，欢迎参赛者。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弄起笑脸脸，看起来很厉害哦。你好，你是什么学校？普星国中。专长是田径。田径，跑几公？100跟200。100跟200。对，哇，所以这个应该 OK 了，没问题哈。来，您的大名是？我叫麦浩言。麦浩言。麦浩演麦当劳的麦，麦浩演姓麦，特别哦，麦浩，香港人，香港人哦，姓麦的很多啊，香港对。你来台湾多久了？我今年第五年，第五年，来这边学什么？我原本是读书啊，刚毕业，然后去工作这样做。做什么事？在彰化健身房里面做。哦，健身房。健身房。那就不用问他行不行啊？这个没问题啦。他是来打响招牌的，不行他就根本招牌就砸了，对不对？彰化健身风气怎么样？
我觉得蛮不错的，蛮不错，蛮多人喜欢健身。好，那你大名是？杨志奇。杨志奇。志奇。杨志奇几岁啊？15岁。要16。差不多16。对。这些可是跑田径的健身教练的，您是？我是田径的。田径跑多少？100的。100。不错啊，学生队这个速度爆发力也哦，10秒多，没有13，13秒，看不出来他那么会跑，那很快，13秒也很快，很温柔哎，讲对，那有三个对不对？三个那个怎么够呢？我们也要，哎，你要没？哎呦，两位，快点组织，指令可以啊，指令大家都知道他实力很坚强了，对，他爬这个没问题啊，大家也看过了，倒是赖慧茹，赖慧茹可以吗？可以，他其实体力不错，有在健身，哪有空健身？最近发作品，哪有空健身？还是要每个礼拜课都会上教练课哦。因为跑通告也要体力啊，对啊，这样子唱歌也要体力啊，肺活量要够，他还年轻嘛。对，唱什么歌啊？在唱我首播主打歌《银牙灰》。哦，没有，不是，我只是问问，没事，好，没事，好主动。对啊，我只是问歌是名称而已，要有过关才能唱，踩那个寿桃踩到才能唱。好，年纪轻的就你先来，第一棒，15岁，第二棒，第三棒，第四棒，第五棒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各位加油。女生组啊，还没讲冠军多少钱，4000哦，加油啊！好，拼速度了，4000你们，好来，加油了，杨同学，这个跑百米的哦，很快的，这样就 OK 了，这样很快了。好，接下来，哎，好，接下来，哎，才讲好稳而已。怎么了？阿喜安壮，怎么了？你太累吗？啊，撑不住了，撑不住了吗？真的、哦，真的没力了，没力我们不能勉强。对啊，好，那你先旁边休息一下。谢谢。对，不容易吧？来，第二棒，每个环都要抓到哦。啊，预备。上去了，没有，没，完全没有，没有，他落地没办法，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高度就这样啊，他没有抓到了哈，对呀，哇，有点可惜。那今天女生要过很难，蛮难的，很难抓，难抓到，他沉下来要这样上去，对他，你看那都如果没有核心，根本上他手的力量啊，哇，难哦，今天只有教练有机会了，麦小姐，麦小姐，麦兜教练来一杯，麦兜教练，好来，香港来的这位朋友，好，哎，为什么这么？不急不急啊，因为大家没过关啊。他想说只要有成绩就有机会。哎，上臂很有力，非常有力。哎，最后一环差一点松手，稍微撑住了。奇怪，他没有用到腿，为什么会铁腿啊？很累吧？全身的力。哎，你是健身教练，都蛮吃力的，对不对？蛮吃力。这个难呐，因为他的弹性在弹。哇，我刚拍那个瘦到拍得很用力的。你鼓作气，赶快弄掉了，不然你就没有力了。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过关就应该是坐而忘一了。因为后面那两个我看也没什么，你应该是冠军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前面两啊是不是？可以啦，真的吗？又没有信心。几秒？46秒8，哇，能撑46秒8，我就很难了。这好像那个对不对？对，你等于做那种棒式要做2分钟。来，天哪，好，接下来赖慧茹，来赖慧茹来了，预备，好，比赛开始了。撑完了哈！哦，最近有新作品的赖慧茹，她说为了这个打二六健身房嘛，目前感觉还可以。敢来你就抓嘛，敢来你就来。
难的吧？好远哦！今天难在哪里？距离比较远。对，距离比较远，你要荡过去抓。嗯，其实环跟环的距离没那么近。嗯，最后一个啦，刚明显的。我有这个唯一有机会。好，有过关的会第一名了，没过关的就没有了。没有了，还有机会。预备，指令枪。好，指令。哇，你看难得看这种玩这种极限运动，还可以带着手表，你看，哎，他抓到，然后抓到最后，哦，我看你，哦，摆荡好漂亮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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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厉害厉害！你为什么那么厉害啊？你很高嘞。你，所以我厉害哦，真的还撩命，还撩哥了。你而且你会利用那个，对不对？摆荡，摆荡，对对对，协调性很顺哎。真的练，你有在练吗？有啊，平常还是有健身练舞那些的。太厉害，他几秒？20秒09。哎呦，想不到直接是冠军哎！来来来来，颁奖了，颁奖。朱雅一吸四千扣了，好，来，请你颁给他吧。好，来，是是是，4000，谢谢。谢谢哦，就是心又很年轻，对不对？太瘦了，对90岁阿伯，代表曹彰华代表毛白俊，大名是张秋，张秋哦，走张秋，听起来足秋哦，张秋90岁，真的假的？金的，金的吗？这个是什么？亚洲银牌1.2米，马拉松，这是新加坡，这边有写呢，第20届亚洲老将田径锦标赛。哎呀，好多奖牌哦！哦，这可以称重哎。对呀，这个好厉害哦！我在挑战龙华去，大汉在拼，你要跟你拼嘞哦！拼，那我们来称体重好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哇，你得那么多面金牌，哎，90岁拿了那么多面呢，哦，你看85岁，哎呦，100公尺，非常后悔啊。背着我们走100公尺哦！哦，85岁组啦，对，组别89了。85岁组别不是他80，因为是2018嘛。去年，去年90岁了，哦，所以他还参加85岁还得奖状呢，太厉害了吧？第3名呢，还有第2名的，你看，而且是铁饼呢，还有铁饼，铁饼，哇，你是10项全能哦，阿公，练球第一名，练球，对，哇。还有哦，你看，你看他摆 pose， 你看哦，阿公公还有3级跳呢，啊，3级跳，还有3级跳，对呀、啊，你今天要来挑战啥？你刚刚在呼我挑战的，对啊，伏地挺身呐，伏地挺身啊，你不做，不能做袂赢，我做200个月，好啦，啊，你讲好啦，阿妹，来一，一。90岁，你家的兔伏地挺身，90岁，已经这个我呀，你不要嘞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好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上一下，啊，这过来，各位看，过来，好，买，怎么样？这位90岁的阿伯张秋刚刚可没有在吹牛哦，他真的是现役长青田径选手，曾经代表台湾出国拿金牌，更在国内参加了许多田径比赛。我们就先来见识一下他丢铅球吧。那我有一个铅球，看一下，这铅球，你收档了没？跟你比，你好哎，不能超限了哈，要不？哎，我今天在看呢，这铅球呢？铅球，酷帅，你好。对面的朋友，呀哦！那落点在哪？落点？这里有个洞哦，它是不是打在这里？大概快5米、4米7之类的。啊，那是在这。好，来，你把它贴起来吧。阿伯一直跟自己挑战，真的不容易耶。来，阿伯，好，好，现在要给阿公再丢2次的机会。高怎么阿公？今嘛在这里啃千九。一个挂墨镜，跟他在唱嘻哈嘞，哟哟哟！
又进步了，哎，那个铅球一打下去会一个洞，马上就可以记点，马上有进步，谢谢，要这样，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，九十岁我们要给他奖励啊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上上去，他发表了一起给我奖励啦，来来来，潘姐啊，没，来虚情够力，瓜哥给你鼓励一下啦，表现真好，有收获，啊，再搁有寿桃要给你，哦，哦，你吃到两百岁，运动到两百岁，谢谢，谢谢。哇塞，还能做伏地挺身，这真的是老当益壮的楷模，一定要天天运动才能维持这一身好体魄吧。接下来换男子组挑战我是美猴王极限版啦，今天会有哪些厉害的乡亲来挑战呢？那接下来就换男生极限版，要奋斗一下，来来来，请出题，来，对，哎呦，这东西小怕给啊，你好，大名盐湖许许怀生，大家好。许怀生，彰化人吗？彰化人，来这边念书啊？没有，住这边。住这边，现在在？现在在工作。工作，对，我是菜商。菜商，对。哦，有种菜还是批发？批发。批发，对。现在什么菜？现在什么菜？高丽菜。高丽菜。现在价格好吗？价格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对对对。那你今天怎么有空来？是早上下班了，下班卖菜。对对，他早上是一大早来。对对对对。所以他要搬箱子运货。对，大名。大名叶义军。叶义军。现在是学生，对，现在学生，几年级？大三了。做学什么？观光。哦，旅游这块永远不会缺啊。对啊。但是现在很难竞争是什么？大家都上，年轻人都上网自己订。对。旅行社几乎活不下来，对吧？对。但是像我们这个年龄，一定要旅行社嘛。对。可是像你们一定是自己订嘛？对啊，我们都是自己订。那你们这样子让旅行社活不下来有什么意义呢？不是啊，我们只是不是什么意义，没有各式各样的这种旅游的品质，大家是自己各取所需啊。你想怎么玩啊？像如果我也会带家人，我就会找旅行社。对，来来，大名。木子李国荣，李国荣现在做运动按摩师，运动按摩，对，就是运动按摩，就是你在运动训练完之后的乳酸堆，什么？对，放松跟伸展啊，对，哇，这个很重要，对，而且他有个外号叫做秀出来鸭王，鸭王，我们店叫鸭王，鸭王，我们是做鸭按摩的，按摩的，那个不许，对，鸭，只是像江俊凯，你是教练嘛？对对，我平常每24小时。这样上，有时候你上课上十几个小时，对对对，你全身的乳酸怎么办？一定要靠伸展，也是压王吗？对对，如果有机会可以帮我压一下，就是适当的伸展跟运动的按摩，舒缓肌肉，对，是，嗯，好，养护员啊，就有三个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三个了，那我们还在教我们艺人组啊，辛苦了，来，第二个可以吗？对对，我跟杨洋好了，你们两个，我们10年前合作过吧？好，10年后再合作。好，男生组比较激烈，因为原地要跳嘛，所以男生组我们奖金是6000块，6000块，冠军6000号，对，是，但我不能叫郭忠元，郭忠元来你们就死了，你们救不了你，郭忠元我只能说找你们最好成绩，再给他鼓励，让他机会啊，对，他就不参赛你们了，好不好？那你年纪最轻是你，第一棒，他第一棒，第二棒，第三棒，第四、第五，阿凯第五棒，来，请就位，好。李贝，加油啊！6000哦，街舞好来了，这一位我们观光科系的同学，来了，做第二根了哦，慢慢往上爬，这两根应该还可以算得过得去的。越南的部分，看他们做弹性，做弹性，一个失手就没了。不太急，失手，他应该是有能力的。为什么？观众不太懂，为什么圆圈圈会这么难？因为你向下垂，对，所以你接下来就要，而且它又更高，接下来就原地要向上的引力，对，那你要开始跟着整个上下律动，哦，你就是输在那个环，横杠是硬的啊，环是软的，到时候软垂下来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很压抑？有，蛮压抑，蛮压抑啊，嗯，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很失望，但是我们会给你希望。真的吗？但是也许不给你希望。对对对，这不是我们决定的。对对，你先等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失望。预备，第二位，这个是我们麦菜郎哈。哎，是预备。辛苦的麦菜郎哈。哎呦，他平常一日搬菜有力喽哈。但是他整个身体的重量真的是蛮重。好，现在整个人沉得非常的低。
因为他重量重，又强势，重，而且黄国安很不乖的在那边摆荡，对，就这一段啊，他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是越来越高啊，他顶上去了，他让你晚上跟上帝上发财。有了上客家，所以有没有装置，抓到他们已经超极限了，他应该没办法抓到白团。下次要排地团，太大。不容易，不容易，很难吧？真的很难，对不对？累啊，很累。这个就算再给他们一次机会，我看也过不了了，没力了，烂了。先休息一下来，来第三位鸭王来了，预备。才够有力帮你排解那个乳酸出来的，对，几秒，九秒，好快，你不用挑战了，你不用挑战，你都过不去，对，已经没机会了，九秒就冠军了，这个后面还是吗？你们后面干嘛？上篮呢？他是哥，夏普阳了，夏普阳来哦，你们，夏普阳九秒哦，好，坚持啊，一定尽量过，尽量过，要过了啊，预备。好，夏普阳，目前华哥的速度感当然是不及这位刚才的鸭王啊。他现在很快来到黄环，摆荡过黄环，摆得漂亮。然后黄环有办法吗？快点，要把摆荡过去。整个力量可以上给你吗？他没有办法停止。也弄到了，传球的力量，传球四分位，哇，你快跟他九十岁阿伯一样了，真的很快，来，真的很快，来几秒，24秒34，盘有那么久，最难是最后一环了，因为他会晃，会晃对不对？第一时间没抓到，你就要等一等，对，又不能掉下来，你看他在准备了，大集合的鸭王，来鸭王，特宇哥。加油，特宇哥！预备，九秒到不了，他到不了。停！快来到第二杆，来引体向上来，引体向上来，引体向上来，太强了！他每次都假惊弄晃我，他每次都这样，太强了，谁做这样？快啊！但是。你看，连对他来讲都那么难，一般人怎么有办法？对呀，那个太难了吧？不容易啊！是九秒的获胜了哈。嗯，那我们要颁寿桃。来，两颗寿桃给你。好，现在没有完。来，还有奖金，加油！来，谢谢。好，颁奖了，颁奖冠军了。诸位，诸位来啊！诸位来，注意啦！你2000多，这6000块钱，你也颁给这位啊，男生冠军。谢谢，握个手，谢谢。哎，干，谢谢诸位，谢谢。来，冠军呢？来，冠军，你要唱给鸭王听什么歌？啊，我唱《鸭灰》。鸭灰啊，鸭灰，来。你是勇敢的鸭灰，不惊好人甲风吹。虽然无人对阮讲过好听的话，阮犹原是一蕊坚强的红花。阮是平凡的野花，无要赶紧通是出嫁，真爱就爱慢慢啊找，若是你的。有一天缘分会来相找。谢谢。啊，一样灰了哈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一下。谢谢大家，再次谢谢，恭喜你了啊！谢谢，来继续送幸福。Harry 实在是太心急了，真的实在是可惜啊！可见得美猴王的难度真高，来挑战的乡亲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过关，但勇于挑战的精神都值得鼓励。接下来瓜哥要带我们去哪里呢？
干嘛？为什么要看夕阳？你在干嘛？你在看什么？不是，古代没有，古代没有表。哦。现在大概5:10左右。哎呦，这么精准！看是不是？古代好像现在时间是5:00。5:00，五点整，差不多，多了10分钟。那很准的啦。你很准吗？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刚刚也偷偷看过。对，我也。有人想称赞你。讲的不是啊，我今天讲的不是跟这个有关系，是各位看后面这块匾。五魁啊，这个匾额就五魁，老旧的匾额嘛。这是清光绪年间，啊，清朝留到现在。对，五魁就代表的武举人呐。武举人，哎，过去考过去科举考试有分文跟武嘛，你一定有文官跟武官嘛。就像现在我们有考文官的，也有在军校念书。对，是清光绪年间的匾额，就是这家的主人。是啊。那过去呢，武举的考试有分哪大类呢？一个拉弓、射箭、弓、刀、石、马、步。哦，弓、刀、石、马、步。因为满清呢是在马上夺得天下，在骑马，嗯，对不对？整个越过关外嘛，对，长城。越过长城。对，所以他马术射箭很重要。攻下状元。平地射箭也很重要，你箭术一定要够准，拉弓要拉大弓。哎，还有五大刀，刀剑就是兵器啊。对对对，你不刀没有剑，怎么夺天下？还有呢，就是石头，石头是这个巨石啊，就是过去没有枪声，你怎么重量训练？以前没有杠铃、哑铃啊，对，没有哑铃。对，你看那个欧洲大力士不是抱那个原石吗？啊，有啊有，有时候还要弄轮胎的。苏格兰他们就是这样。对，还穿裙子的有没有？哎，那个就是重量训练啊，前面有弓，还有石，还有刀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就是马。马术射箭骑马的那个、哦、那这个我们接下来看呢、啊、我们先看这个武器的刀啊。对对啊，你讲了老半天，这到底是谁的家还是怎么样？这到底在干嘛？这上面写得很清楚。哪里啊？清末武举人黄耀南的故居。黄耀南哦。对，黄耀南的故居。嗯，看到没有？嗯，这个各位如果想了解的话，嗯，麻烦特写这里。特写这里干嘛？哎，你自己 QR code。哎，你看我们自己看，不用介绍了。对，自己去看。你自己 QR code 可能比较清楚一点，我们该介绍还是要介绍吧，还是要介绍嘛，这是他的故居嘛。哎，对，我们现在看大刀，这个大刀哦不得了，这里有大刀，有留下来吗？有，在哪里？哦，哎呦，你看这个刀，真的假的？太大了吧？不是吧？这个大刀是因为春秋大刀又称关公刀，哎，230公分长，这个你要光举起来，它是120台斤。120台斤，120台斤，七十几公斤，才70几公斤吗？120×0.6，对啊，六。你扛得下，可是你挥不起来啊。加油！不要演了。顶天了，好。好重哎。你像你拿都难，你还要跟人家耍大刀？对啊，你怎么跟什么批评呀？杀兵，差点啊，不要，刚好人家差点干掉，很杀，还打不起来。所以平常就要练举重了，你才有力量来耍大刀了。真的，耍大刀才能考试啊，考试才能考到武举人，对，甚至武状元呐。那过去重量训练怎么还有石头？石头啊，我们去眼前就有一块巨石，对，还有头吧？这是木头，你要不要摸摸看？木头，怎么看起来像木头？哦，是石头哎！你可以拉拉看、啊，是石头哎！拉拉看，这多重啊！对，就不要不要。哎，真的好重啊！哎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运气，运气，运气！哎呦，花哥在运气就代表着他想要做一些长城。这个叫夺石啊！看你两面设计这个，以前没举重，只有靠这个。嗯，重量训练有差了。好了，花哥这几年来的重量训练成功了。我挪动了。举起来了，他说0.54，腰有闪到吗？很酸呢、啊。这个到底有多重啊？据我估计大概200公斤。哇，多少？200公斤你举得起来？你看马上流汗，这不能演的吧？对，不是这流汗，你也没喷水啊。没有啊，流汗太阳晒就会流汗了，不见得是举这个。没有，你瞬间爆发力，你的肌肉需要高耗氧。对对对，嗯，对。哦，这个夺石。哎呦喂！好了 ，Harry， 运气一下，真的有重哎，你不用运气哈，运下，不要演，好，不要演哦，哦，有点抖嘞，他都这样子了，哦，阿翔，你今天拿了起来1万5，通通我贴，好，加油，加
你讲这无的，这俩假。拉起来。可以啦。我也马上拉起来要拉。我跟你讲哦，跟你一样拉起来就好了。对。但你要注意哦，你太用力，真的胃会受伤。我刚刚胃都有点痛，对，腰很重要，要小心哦。因为他自己都不到，他都不到60公斤了，是。你都比他轻了，你在干嘛？这等于是两个。这个到底有多重？你先不用跟他讲，让他自己抬。这样拿起来，有拿起来就好。一万五了，用。这一万五，你的腰不要轻。来，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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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翔准备好了，他要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来，少林兵，好了，来，阿翔，瓜哥，你还没有用阿翔准备好了，他没有弄出来。一万五，大哥。重不重？这个很重啊，太重了，没有办法。你看这个石头一定有它的年代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不会耗损嘛。它当初原来的重量绝对不止这些。我们请到故居的后代，好不好？有啊，有，来欢迎欢迎啊，主委啊，还是主委。跟住哥你好，这位黄耀南，你别叫伊阿昼，对啊，当年他光绪的时候，他考到这个武举人，听他讲，那时候运气也不好，为什么？对，刚好签订马关条约，对，割让，台湾割让的时候他就没有回来，对，有回来，就是沿着那个水路就慢慢的回来，然后呢？然后呢就是回到这个故居呀，他故居就刚好就是那个。那个皇帝的时候，来安联换家当啊，结果这物件拢总有。但是呢，就没有办法说像我们现在庆祝了，庆祝因为那时候日本人统治的嘛，对，已经统治了，所以没办法。错，对对，所以他真的很棒。是，我拄只我看迄个刀是变哪样哦，这是阿做的呢。当地人关刀啊，伊拿迄个关刀夹夹袂当骑马呢。哎呀，这样子搞哦，可能是一只马吧，就脏了。那马又要载人，还要坐一跑。他10岁就习武嘛，伊十岁的迄个耳目，啊耳目的时阵23岁就去考。就中武举是，对对啊，这本来几公斤，这多是差不多100哦。啊呢？啊，起码没100呢。起码多，起码方法，阮小时候的时，阮的长辈唔知去担遐个磨刀。哦。就磨刀石哟。磨刀石就把它当做是磨刀石，就在那边磨啊。现在有没有真实秤大概多少？现在我们秤差不多将近了100。你看差不多了。他这个我们本来不知道哈，他这样看我们班脸，他工作就是九色就是九条啊。高寿，无啦，还是高寿，九寿就是讲伊嫁有一个姓赵的赵石先生嘛，寿九寿，石嫂，哎呀，石嫂现在人气啦，他想你就老掰哦，不是啊，你啦，石锁，对，伊较早阮古早阮吼，慢慢啊，阮的迄个先人就讲，改当作是九寿，啊，结果唔是，起码吼，就是国讲的，就是名字就不一样，怎么现在有就可考了，就有那些字出来了。为什么叫石锁？要从哪里看？哪里像照哎？都一块。你我让我看讲了，讲这个九色就是变鬼，就有一个洞啊。哦，就是这样啊。哦，对呀，这为什么这样子啊？锁比较好锁进去，锁着，然后抬起来。对对对。你看，你搬动一点又掉个几公斤，你看都掉了。你看它现在被风化了。真的风化了。真的风化的啦。这是历史古迹的嘞。对对对，你有客人家啊？对，都放在这边了。还有那个关刀曾经被小偷偷过。他偷得动吗？他怎么回得来？还一个人。就是当然，我们就找回来呀。这么厉害？对对对。谁要偷这个？偷一百。是用那个锁就已经上锁了。对，我说奇怪，为什么？这关刀要上锁，不然的话，当然搞不好。啊，你看，含这关刀，含这个酒头，把这些酒色，你都夹不起啊，没办法。但这个就是举重的演变了，变成举重，真的，对对对。彰化县埔心是全台湾扶老客家族群最多的地方，其中清朝最后武举人黄耀南故居可是光绪年间至今的百年建筑，这些建筑在后人用心的照料下保存良好，各位来埔心可以来参观一下哦。既然讲到举重，古代举重跟现代举重大大不同，我们邀请当地两位举重健力界的名人，一位是方教练，他可是举重界兴起之秀，另一位萧教练在健力比赛中也有举足轻重的表现，他们要来与我们的大集合健力健美的强者江振凯来一场友谊赛，那就来比我们大集合的深蹲破气球，到底谁输谁赢呢？深蹲压气球，这是砝码了。对，前面这个是50，这60到那边是70了啊。哦，越来越重啊。对，比喻啦，没有那么重。那怎么报？你们自己想办法。最短的有3000块奖金。好，好不好？很辛苦啊，哈，来，您先来。那就好，来，预备，先来，然后继续备。他们几样贵姓？姓方。方。好，加油了。预备，上一杯。方教练，首先第一棒，这个
谢金枝队长处理的，赶快赶快速度啊，赶快赶快赶快，来啊来啊，我跟党哦，很好很好，来来来，赶快赶快赶快，快快快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坐下去坐下去。强好强，厉害！他没有把砝码丢掉，哎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重吗？重吗？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是重。前面还不知道拼速度，还慢慢的。没有，有有吓到，有吓到。有吓到。为什么？一个吓到一个这样。哇！这里跑过来考虑了三秒。只有一个，我以为只有一个。啊！这里跑。前面慢慢慢慢来。他跑过来呢，想了三秒，先跑过想了五秒。他以为只有一个，所以你就挑最轻的就好了。没有没有，三个要完成，几秒？二十一秒六秒。但是你今天展现的是很 gentleman， 一般他们早就把砝码丢了。后面为了评奖金可能会丢哦，丢砝码。但是不能丢啊，不能丢，砝码不能丢哈。好，哦，哪个比较重？最后一个。应该是最后一个。对，那中间这个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蛮沉的吧 ？OK OK， 来一杯。好，第二位来深蹲压气球。第二位，我们肖教练，赶快。哦，有，第一个算 OK 了，轻松过关。紧接着，蔡小杰这一边。哦，我有看，赶快，赶快，小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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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二了一分。我有二了一分呢，为什么啊？是要专心一点，调气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重量都非常专心，不能开玩笑。有胃食道逆流，千万不要做这动作。好好，你像火山一样爆发。真的。啊，对哦。他有他有看定雪花。呜啊呜啊呜啊！因为他起码看到第一棒比较慢。对对，几秒？14秒26。我觉得第一棒不公平，他不知道游戏规则。对了，待会可以再来一次，因为他以为只报一个，说不定他不要了呀。他叫一下，他再叫了一下，有难色。我觉得还是你觉得不用了。我觉得你很不公平啊，因为第一个不知道游戏规则。对啊，你还要再来一次吗？好，再一次，待会你看，来江子凯，好，预备，教练加油！好，江正凯。哇，这个该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头晕，头晕，头晕，正常啊，缺氧。你看第三棒比较吃香啊，他知道怎么玩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几公斤？哎，不，几公斤？几公斤？先问谁？请问是问哪一位？几秒想做？几秒呢？四秒八一。刚刚前面那个呢？好，现在目前领先是第二位的肖教练，肖教练，来，刚刚那个第一位选手不知道游戏规则，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最一次机会。肖教练，预备。好，非常的开心，很有场景，有下个要来啦，还要拼的啦，要拼第一名，出来出来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哦，我看看我谁赢，哎呦，哎，速度赢过。他第一回温柔他就输掉了，对啊，要温柔干嘛？慢慢放。对，我猜应该是13秒多吧，几秒？11秒92。一次把他惊了回来。对对对对，太厉害了。其实他做得到的。哎，要不要请教加码的？加码的，哎呦，乡民代表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代表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总干是乡民代表，你农会总干事。农会总干事，你要先讲话来。今天瓜哥来这里哈，我要介绍我们埔心最好吃的产品。哎呦。是我们的葡萄，哎呦，葡萄酒了，葡萄啊，芒果，我芒果现在还没出来，水果干，哦，这好水果了哈，是，来，接下来我们要请来，非常欢迎瓜哥今天到我们埔心村哈，啊，除了介绍我们的寿桃公，还介绍我们的武举人，把武举人介绍给全国的观众，让大明星来到我们的小地方，我们全村的村民都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高兴，谢谢瓜哥，谢谢这位大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要颁给那个我们这个今天的五科状元了哈，对，方教练，他是我们的总冠军，要颁3000块奖金。武举人，武举人啊，你们一个2000，1000嘛。2000啊，来来来来，这就总共3000。那我们请是总干事还是乡长？哎，乡民代表，代表谁来颁？代表来颁放给乡民代表来帮我们。谢谢。哎，武举人，武举人，是。哎，哦，我们今天砝码就。
方马，我们就一千块鼓励一下，我来，对，你是，彰化这里的，对，他是我们村长的太太，啊，村长老婆，来一千块给你啊，啊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安排的节目呢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同时，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在我们 FB 呢，要送给所有的网友们。是，哎，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锁住名字，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Yeah.